那天我不是同你们讲过吗？我们今天是把宗教的、哲学的、科学的，以中华文化来做基础，那佛学、释迦牟尼的佛学来做经纬，配合起来了，把我们老祖宗这个所传下的法，对人类，我们要整个把人经抄成一个人经的极乐净土，而且呢，要希望帮人类，帮助人类来改变自然，增加人类的福祉，这是我们自己信实的，我们自己的所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真正你是不是中国传统，你会觉得你的任务是非常精确，你就并叫你这一生就要做到了，不是说来生，你这一生不是为叫你这一生成佛，你这一生得到以后，你还帮助人，信实的要帮助人类，也有很多事情。在此再提升大家的一个概念，常寂光净土就是一个佛的境界。所以在我们拜忏文里面啊，最后的第二句话呢，常寂光净土，这个常寂光净土跟西方极乐净土或是任何一个净土有什么不同呢？啊，我们在此告诉大家，要让大家了解修行呢，其实是精神跟物质这个两个东西，如果完全像唯物论的解释说，这精神是物质的附属品，在现象界可以解释得通的。我们在人类学术所达到的境界呢，可以这么说，但是到最后呢，佛境界就不对的。所以为什么告诉大家？道德观念一定要做到。我们很多人学佛呢，高高在上的只有会诵经，但是在于道德观念的话就不提倡了。这个就是不了解世尊在经典里面不断的提携我们慈悲平等的道德观念一定要修。所以呢，这个常寂光净土，如果你道德观念没有办法提升上来，你就没有办法到达常寂光净土的境界，也就是佛圣的境界了。所以当你证道初地，就达到具体而为的小我的境界，我们看经典常寂光中，自他不二，空有一如，常寂光中自他不二，空有一如，也就是你跟其他的众生，你我他是没有差别，不二的，只有唯一的，也就是唯一佛圣。自他不二，就是你跟他是没有差别，是一体的。而修行呢，不能执着在空里面，要空中生妙有，也就是心经所讲的空中生妙有，金刚经也这么说。所以各位呢，要了解，很多人修向偏空，各位呢，这个就是对于金刚经以及心经呢完全不了解，所以才偏向于空。如果我们偏向空，我们用什么来证道成佛呢？所以就不用修了，常寂光中，就是你修到实相，常寂光就是你修到实相的境界，超三界的，境界，初地菩萨就住在那个境界里面，没有你我他对立的分别心。所以今天我们要了脱生死，对于众生是一个慈悲平等的，没有分别的
好，各位要了解啊，不是你现在说的我爱人如己，根本就是我活在你的神通量之中，你活在我的神通量之中，无量变成一了，空与有是统一的，到你正道超三界了以后，那个现象真如就是释迦牟尼佛最后涅盘经所讲的一为无量，无量为一，一多圆融，法轮常转。Oh.